位同学，这是咱福尔摩沙饭店建国会头一摆办的一个演习营，所以今日与普通时可能大家伫网顶还是伫电台内底听我讲足济有关台湾的代志。但是有真侪代志，因为伫电台我无多讲，所以今日呢利用这个机会，我咧讲将咱这个民政府啊是安怎成立，伊个发源伫倒。我会讲你是不是你家己一几个人啊家己宣布讲成立民政府？你是不是啊？因为这65年，自从1945年8月15日战败以后，台湾的地位、台湾的经营，都拢叫模糊的。伫日本的时代，你统治台湾的迄个时代啊，坦白讲啊，咱台湾人啊。是真歹统治的一群人。伊日本时代，尤其到末期的无所在呢，前期真歹统治，后壁嘛真歹统治。台湾人啊，这是台湾人的个性。台湾人有啥物个性？坦白讲吼，日本的国都新北。我较真好，民政长官啊，我第三任的总局的迄个民政总监，伊讲第四任，伊讲较真好。伊讲要统治台湾人真简单啊，因为台湾人有一个特色，爱钱惊死，爱做官。啊，看起来吼，啊，看起来呢，敢若有影呢？讲到选举，吼、哦，毒到厉害，啊，啥物款的话都拢听我甲咱讲，啥物款的借口也听我甲咱讲，啊，讲几波，台湾到今日为止，拢无进步，无进步无要紧，还佫退步，量量要去予中国提。但是中国提议无，到位绝对提议。好佳哉，有这场的战争呢。所以战争以后，大家过去拢用感情的方式，拢讲要推翻中国国民党，我要让中国国民党统治。啊，后壁咧，其实美国现准时为止啊，有4个单位啊，含咱这个组织有伫联络。美国国会、国防部、国家安全会议，甲 CIA， 为啥物时阵开始甲咱联络？2006年10月24日，咱开始告美国，过超了一年，拄仔开始是美国的 AIT 啊，政治组的组长啊，打电话甲我讲要求见面。迄个时阵，我有问美国的律师，讲我会当甲 AIT 政治组的组长见面无？伊甲我讲 ，No。你爱甲伊讲，若要甲你见面，爱有我律师在场，才会当见面。你会甲伊，你会使甲伊讲，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原告甲被告要见面讲话啊，一定爱有律师伫咧。啊，若无这个 case 啊，会去予法院啊，来定案了，来
等于从这个 case 啊，来当作无事咁款。我当然听到，所以我有讲三拜，我拢甲拒绝。所以三拜拒绝以后啊，一直到2008年，美国国务院，他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感觉讲，伊一定爱来台湾跟我见面。我会记得吼，伊刚带红台去，所以伊为美国过来两个人，这是头一摆。所以见面以后，延续到今日为止，我有感觉讲美国国会有分做两派，一派是伫支持中国国民党，一派是伫支持咱本土台湾人。支持国民党诶，伊甲中国国民党因诶想法共款，因认为讲咱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这是咱台湾人家己讲诶，家己做诶。伫记录上内底，伫国务院诶机密档案内底，邓小平、马克思有飞来台湾。邓小平迄当阵是新竹医院的院长，伊甲马克思讲，伊讲，阮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就即句话，美国国务院的机密档案有记录。美国都是用这句话到今日，还伫咧凌迟咱台湾人，一直到最近，去年，美国国会和咱接触真济以后啊，我会当甲各位讲一个足好的消息，美国国会有成立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差不多有。要到20个，拢少年仔的台湾人，美国的台湾人。昨客上有甲各位讲，伊有一个真亲的亲情的孙仔，读美国学校，然后去美国读大学，四年大学两年就毕业，非常的优秀。FBI 给他推荐入去国会，这人今日伫国会内底台湾小组内底，这个小组伫创啥？要甲20个人，逐天干呐去看咱的网站啊，台湾民政府的网站，将咱的网站用无同款的三个囡仔翻译做。英文，因为伊惊伊讲，叫一个人翻译，翻译了唔对，叫三个。所以有真侪咱民政府所谓消息，因为透过网站，美国政府现主席当中确确实实有了解，而且美国的智库，你去年飞来台湾的时阵，本地。他们普瑞邦来的时阵啊，嘛有要要求要跟我见面。伊讲，台湾所有的组织内底的论述，敢若有一个集体，这个集体的论述，现主席要搁你进行时，含所有台独的理论，所有民进党的理论。拢已经固定，拢已经死的，在停伫遐。咱的论述是照国际法，照万国公法去进行。什么法是国际法？什么法是战争法？严格来讲，战争法这个概念啊，有的人甚至毋捌通读过。战争法。包含五大部分第一，
海洋第四公约。第二，日内瓦和平公约。第三，红十字会有关健健的部分。第四，美国的陆军中枢也在手册。第五，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部分的判例，在这判例内底，甲美国的宪法，咱知影，从占领地区的老百姓有权利成立 civil government 平民政府。就是民政府，你甲看咧，琉球、伊拉克、关岛，所有因为战争以后占领这些土地，拢应该成立民政府、平民政府，同时军事政府也协助。从这样所在的当地老百姓成立台湾民政府，台湾现主席是美国军事政府这样下的土地，因为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参议员到今日为止，无宣布结束台湾的这样，美国是唯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时阵，打咱台湾的，伫战争法内底，伊叫做解放者 （conquer）。65年，台湾人未晓要成立民政府，唔知影要成立民政府，我看会出来讲，台湾从古早到今日为止。拢是古镇内底青蛙，唔知影世间是啥物代志啊？甚至唔知影讲咱到底是啥物人？你认为伊要落入去以前，伊做一个动作，伊讲我要动神，要废神，你唔知伊记无？拄啊开始是讲要废神哦。但是你敢无注意讲，这个废神的讲要将台湾省政府给提掉，深人反对。那伊迄当阵，宋楚瑜啊，无靠资格甲反对，伊若要提掉就提掉，美国啊，秘密档案内底非常清楚讲，美国。派代表跟 AIT 讲 ，AIT 找你电话，伊甲讲 ，No， 台湾省政府不能拿掉。是安怎？重点来了，伊台湾省政府未当提掉，即摆变做啥？冻审甲冻结，即摆还过29个参咨议委员。拢总一年啊，开会开50天啊，坐台梯坐迄个高铁拢免钱的。我昨昨日才拄到迄个一个自由委员啊，讲啊恁50天是开啥物会？拢无啊，今日开会讲，后摆开会要搁倒去食饭啊。啊，我讲安尼，一年领偌济？领100万。是嘛？讲美国讲台湾省政府，你袂当搞起掉？为什么？这台湾省政府啊，其实就是民政府啦，渐渐发来的民政府啦。来，讲到重点啊，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你渐渐发来的是什么物件？台湾民政府。在这领地，我头先有讲，这领地征服者先入去，还设立啥？
分解物。所以，互恁的这个讲义内底的头一条，讲内底有一个字，琉球民国军事的民政府，军民政府，其实拄仔开始就是军政府成立。军政府成立以后，是咧相对的，叫做民政府。所以，咱